九幽，我的机会只有一次，你得帮我。这小家伙竟能发现此等玄机！李玄通学长，你是来找我的吧？你都跟牧尘说了什么？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尽快变强？办法倒是有，不过凭什么要告诉你？怎么还不收手？听说那个苏灵儿可是出了名的刁蛮，要是谁惹我们家小妮子生气了，还不是那个叫做牧尘的先生，我非好好收拾他不可！